做啥物啊？咱今仔日甲代志讲好清楚，到底是爱我，还是你会晓当过？你一个温柔多情，但是善，你阿爸残忍，但是好呀。我真正不知道要怎算呐、啊！你说你看，免费的日本来回机票，你爱去坐就去坐啦。你说，靠，免一个机票。你说，剩我一个，你就唔免算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、啊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哪会靠靠安尼？我为同桥迪士尼乱斗买零食拢吃了了，我不是为我。老婆，我带你去买。你就是讲去日本，甲去巷仔口说买了袂感觉方便少？我只有台北、东京来回 ticket， 去日本买物件，甲去巷仔口同款方便哦。好，恁两人是在创啥？即嘛是安怎？连阮两个 kiss， 你嘛要管？无唔对啦，因为你甲流氓两个人是共辈告母的兄妹啊！什么？我唔敢相信。老婆，你唔通离开我！小胆子嘞！我叫台北、大阪来回机票两张，我带你出去耍，离开这个伤心的所在。哈哈哈！哈！请问，我敢袂使去大阪的 Universal Studio？ 会使，咱来行。好，拜。这摆是啥物事？一天就将送出日本双人来回机票喽！只要下载东森新闻云 APP， 就有机会爽飞日本八大城市，不限航点，双人来回机票。3月2号到4月5号期间限定，努力滑，拼命滑，来拿飞机票喽！靠我，变机机票。说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哎，抓我，抓我！青蛙，青蛙，青蛙。